刘英奇，出任高雅里，人生文风道，行人快回击，恐怖恐怖恐怖，恐怖的刘英奇又再度离开石棺头了。宝在心头，有得金牌这个事情，在福的心中，团结大汇合。百年不败桥，我拜。苏醒，准备进攻铁木宫。各位英雄豪杰，我有一人一包的油粉给您，您带在身上，可以帮助各位在进入酸乌流的时阵保持精神集中。多谢福杰老爷。酸乌流是一种幻境，会使人产生幻觉，您众人必须小心提防。有福杰老爷的药方，以及各位重视爱国精神，相信可以带破劈门为武林地害。各位英雄准备出发。是由苏金忠率领三名壮士浩浩荡荡向酸乌流进发。另外众民四人也向酸乌流直进喽。琉璃瓦给灰灰单人进入十二天，想未到在十二天的内面别有天地。喂，我是十二灰妖都，快快放出去灰火，化解彩虹珍珠剑舞用情。在无光山的十二天，别挥挥你的彩虹珍珠剑，只不过是一口的废气了。飞剑飞剑飞剑，我是十二回最厉害金边金剑，利用黑暗之中来结果琉璃瓦的性命了。五百龙军，王中人才出得办的金箍龙，啊！想不到王中人，你自己将九九个字提前弄清了。五百龙军，今天是你第二次的失败，永远无人有办法打倒五百龙军，永远无人。进入起步进入剑，太多更传说在不能发挥威力，微微已经含入春经龙。金边金剑稳稳现现，扬起金鞭，叶飞飞提了更新梦的金鞭更足，金剑对胸口输出金剑，轻轻点住了叶飞飞的黑刀。金鞭更新梦，
你的光身金面已经面够随影随形，人强对魂高，你的对魂剑法就能够激发极强的地步。以林良田现在实力，再配合高息十里会气盾环山魔以及当高苏不良，林西郎就最有可能结果红药金都断流。告诉咱与霹雳军合作是不是真无效呢？为了要收拾断流，也只好记错。当然以后的武林只有乌色十里灰。告诉那现在要如何处理这个琉璃王？琉璃王的灰灰乃是达旦国的公主，现在咱有达旦盈盈公主在咱的手头，就可以威胁达旦国听从咱的指挥。一方面可以在外界增加咱的势力范围，另外一方面可以抵制霹雳文在达旦的行动。告诉霹雳文在达旦有什么机会呢？霹雳文今早已经用了畸形油物，为用了不少的畸形人。霹雳文想要以畸形人控制整个达旦，所以咱必须动用的力量甲霹雳文抗衡，先将盈盈公主击退后，阿金，出兵。我是十里会，这是真正武林之王了。何必龙君？天下安定，万古龙万万家都何必龙君？只有我帮中人，你最明了。两名武林第一高手，自刀对枪，谁也不敢怠。本来何处飘天香女子，将其英武当山接天宫。两人的阵刀空前绝后，江风高手经过一百回合，唐东营的输出蜕变大发，何必龙君也要输出武绝新功咯。江南铁弓雄武，何必龙君铁过十波，王中银曲铁八十波。王中银，你同样是我最强的敌人咯。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。当然，当然咯。两人准备再出高手，忽然间相公华站住。有第三只干涉，你我的骨头就变成无意义，明天再来。到底是什人敢来扰乱这场的阵容？是我相公神君公耀武。无名小卒，哈哈哈！你不就谋杀？哈哈哈！把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，哈哈哈！我实在是不堪一击。好惊啊！人的乌白龙君啊，为啥用梦中人叫我安尼做？这实在让人想无啊！为
何有白龙军的功力完成当初？我最相信的蜕变大法，竟然无法将伊打倒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如接近第七八天，我的原力就渐渐消失吗？总理，王军王中元，你交代我在你乌白龙军阵头的第七八回合，如果你无法出现，我就拍出相公弹，我已经叫王中元你反复。可是现在我的高等金弓已经被了乌白龙军打散，希望王中元你恢复我的金弓吧。恢复金弓又如何？你永远也无法在武林称王了。哼，废物永远就是废物。为何以乌白龙军战斗，我失去了出城的信心？难道我王中人真真正正胜不了乌白龙军吗？我的生命只存两天，太短了，太短了。如果在明天第99天不幸来被乌白龙军打败者，那王中人辉煌的一生就化成乌有。我是武林之主，我是天下无敌，我爱保持半生不败。哈哈哈哈，就是在第七八天我死了后也爱保持不败了。金世锦，你就是王中人生命英雄，你就是第五代的王中人。如果我的功力无失，现在就可以使你重见天日了。好，王中人运动全身的功力来打破金世锦。只有十分的功力才有办法打破金世锦，我已经失去当初的功力了，为何第四代王中人只有100天的寿命？为何不是200天、500天、1000天？100天太短暂，太短暂。第四代王中人含混，第四代王中人含混啊！谢飞鸿，你为怎样喋喋不休？难道你是担心乌色是非会将咱两人杀害？是无什么可怕，只是你不应该受我连累。如果会当跟你死斗阵，我是死而无憾。为何我值得你安尼做呢？理由真简单，因为我爱你。哈，素不相瞒，我乃是达旦国盈盈公主，在我进入中原第一次看到你的时阵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盈盈公主，你是千金之躯，谢飞鸿只不过是一名武林的武将，这就是你使我讨厌的所在。难道公主不是人吗？难道公主恋爱的对象就是王子公孙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反正我应该讲的话也已经讲完了。盈盈公主，盈盈公主，为何你不在达旦王宫入关南中进入中原？第一，我讨厌将来打扫无味的生活。第二，我是要来找找我的父亲。你的父亲是谁呢？
我的父亲名叫苏彦文，人称昏酒带入家。什么？苏彦文是你的父亲？这是我的母校所说。照我的看来，五色十二会恶徒可能知道你的身份了。就是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才无杀害你我两人。最使我担心，就是这口的彩虹珍珠剑落入这般恶徒的手中，这将是对军阶真不利。那你等下想办法脱身。无错。各班的将军卡路里接到消息，率领兵士来到十二天要解救盈盈公主。盈盈公主可能被禁在此地，咱众人要设法将伊救出，才有法度向女王交代。当卡路里一班人进入十二天，不幸中了毒烟。阿拉其中烟有毒啊，赶紧撤啊！卡路里一班人中了毒烟，四肢生冷，在中途颠颠倒倒了。哇，将军哪里闲呐？我众人进入十二天要救盈盈公主，殊不知中了毒烟。哈，中着毒烟呐！要哪呢？赶紧的到福德神庄去找这个福德老爷，福德老爷药行啊，上解有效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多谢你。哎呀！听讲达旦国的公主入扮男装进入中原，那你看这个盈盈公主到底是什么人？叫我甲看起来，可能是这个琉璃马白灰灰。我嘛是安尼想。哎呦，二位来是雄雄人才杀气啊！定是虎方的高人。小弟们，提盾还身我，当高苏格龙。哦吼，原来是霹雳门的恶徒啊！林良人死掉了。可怜的苦头毕罗，想想藏死在铁盾当高的手下。林良人以五色十二花金鞭金剑配合，人手对付阮良。是。高在心堂，有座金牌叫世事。福德老爷，你药方是真好，吃落到底头晕目暗，四肢无力，全部好了。是啦，福德老爷，你药方真好。如果我若是要回答单啦，是不是当一寡还带上去呢？可以啊，那呢我就代替众人向你谢谢了。药本来就是帮助人，也无啥物好谢谢。将军。林众人为何会中着毒烟呢？为了要解救盈盈公主，终将卡碎啊！哦，原来如此，这件代志就交代在我的身上。林众人暂时住在福德心中，我休到十二天看卖，不敢如还福德老爷。盈盈公主我有见过，今早我就想要收伊做义女。所以我去解救伊，这也是应该啦。那呢，我派兵一日东行，免咯。这人颠倒不方便，我要来去咯。啊，对了，各位若是有感觉无爽快，
福德老爷油香，搁甲食一包。是啦，多谢福德老爷，多谢福德老爷，各位长辈咯。福德老爷是咱的救星，众人啊，赶紧来到福德寺拜拜，求这个土地公福德正神，庇佑莺莺公主平安无事。就赶紧来去拜福德正神土地公了。恐怖恐怖恐怖！恐怖的飘行师已经来到最新堂路。今天有铁的门的贵宾来到再生堂，真是无限的光彩。兄弟心胸的出处，不错，任何先天人也绝对无。那恁两人该死。别问是飘香师的对手，香香比大人再生堂。若再生堂有错，再生堂的堂主协助着我的金工小夫人。飘香师与我切去，就在此地观察此地变。多飘